大乘经上常说，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。阿弥陀经上说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？今现在说法。释迦牟尼佛，一切诸佛如来，没有一个不讲经说法的。不讲经说法，怎么度众生？都是帮助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啊，佛知道，佛清楚。苦从哪里来的？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十法界从哪里来的？都是从一念不觉迷失了本性，于是变现一个妄心，这个妄心叫阿赖耶。我们现在所用的就这个心。阿赖耶是什么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啊，阿赖耶是妄想，摩那是执着，第六意识是分别。佛法里讲的三心，三心就是指这个啊，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。啊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。我们这部经的经体上面有清净、平等、觉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觉就是菩提，觉就是智慧啊。清净平等都是属于禅定，自信本定也不是从外来的。放下染污，清净心就现起来了。放下分别，平等心就现起来了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觉心就现起来了。清净，佛教里面叫他做阿罗汉；平等，佛教里称他做菩萨；觉就成佛了。这有因有果，都在经体上啊！啊，你看。这个经的内容在题目上就看出来了啊，清净心小乘人证得的，平等心大乘菩萨证得的啊，觉一乘法身大师所证得的啊，这个经这一部经里头统统包含了，包含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一部经深广
没有边际，它是大经，大经当中的大经。可是修行不难，太容易了。只要我们能看破放下，这个经真的叫万修万人学。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就在经体上。清净平等就是修行的因。我们修什么就修这个，我们用什么修？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来修。你要不认识清楚，你不肯干。真正肯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就为这个。你把这个抓到了，这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你全部掌握住了。那再告诉你，就在这部经里头。华严经说的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以无量寿，无量寿以外的一切经，一切经的教义全在这部经里头。我们感恩黄念祖老居士，他在往生之前最后讲了一部《进修捷要泡问坛》，把这个意思都讲清楚了，都讲明白了。他讲的太好了，可以做我们专修经中的补充教材。海鲜老和尚给我们作证，这还会有错吗？众生的苦从哪来的？从无知，无知就是愚痴，就是此地讲的盲明。学佛就是开智慧，智慧开了，盲明就没有了，假的就消灭了。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，我们活到这个宇宙来，这一生当中我们所接触的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真心是真的，妄心是假的。真心所流露的是真的，真心流露什么？是宝庄严土。我们没见过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用真心，我们用妄心。道理是此地，不能不知道。用真心就对了。佛教我们用真心，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用真心，孔子孟子教我们用真心。再细心观察这世间大的宗教创始人，他们也都用真心。他们能爱世人，只有真心才爱世人。妄心爱自己，不爱别人，真心爱世人。
为什么？他知道整个宇宙是真心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是自信所生，我们身体也是自性所生，所以万法跟我们什么关系？一体，一个自性，一个本体，这要认识清楚，要搞明白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